派今天歌唱之夜，今天是卡拉 OK 啊，咱们中几节？不是，贾总好久不见。也是我第一次来到这个贝宁中国文化中心啊。中国特色，中国文化。你是是吧？哎呀，哎 ，bro， 来来来 ，come on。哎，兄弟，你刚刚号码没拿？好呀，签字。恭喜蓝帽子帅哥获得22号 ，but 没这么乱用。我给东升签了呗。啊，行。你给东升签吧。不，咱俩获得大奖。嗯。哎，红林看到了吗？喇叭。啊。哥哥。Hello。哎，今天有大拿。我进来。来，我把他必须得搞一个。第一季，今天是贝宁中企协歌唱比赛第一届，后面还有更多届，欢迎大家收看。好，是在贝宁的这个中资企业。对，一共30多家。好，还有抽奖啊，还有抽奖环节那边。黑暗系，这个我喜欢。兄弟伙，哎，你好，看得清楚吗？零是打360。哎，效果好啊！这出来的高清了。要放在那前面吗？不用，就放这儿，就无所谓了，挺酷的。啊。那睡了。你这个也架上了呢？有展示，是吧？你这360度，你坐前面吧，你这个角度正好坐。我坐前面也行。昨天福德的大龙特别到了没有？尊敬的各位领导，各位来宾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下午好。很高兴能在异国他乡与你们相聚在这个美好的下午。我们的大家，也就是彼此的家人和朋友，让我把这份祝福送给在场的所有的同胞们。让我们一起度过这美好愉快的周末下午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。没有提示词吧？对，有提示。不必隐藏，你破旧的玩偶。你的面具，你的自我。他们说要带着光修复每一头怪兽，他们说要缝好你的伤，没有让爱消瘦。我喜欢暖冬的太阳，我喜欢初春的青草，我喜欢午后。星球的明月，亮下的夜空，蓝天的星星。
让我慰劳。我问过你究竟是哪里好，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。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，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。请记得原机票。六号选手杜燕青获得四票。接下来有请中国港湾的刘志燕演唱歌曲《退后》，大家掌声欢迎。天空灰的像枯萎，离开你以后并没有更自由，酸酸的空气嗅出我们的距离，就地摧毁我，
接近我，再添两千带走我。男评委啊，男评委，
事业有成啊，这个青春常驻，下一个女评委啊，这个永远十八岁，请十九号选手注意时间。下一个，那个我就开始我的表演了，好吧？好。说说完下来了。梦想总是遥不可及，是不是应该
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，一去不回，来不及道别，只剩下麻木的我，没有了当年的热血。看那漫天凋零的花朵，在最美丽的时刻凋谢，有谁会记得这世界它来过。来，我们的朋友们，我们选手上来。